條題目咧就要化簡呢一個嘅 algebraic fraction。嗱，你見到啦，又有除數又有乘數嘅，咁點樣化簡呢？嗱，我哋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先將呢個除呢個份數咧變做乘先嘅。留意啦，佢係除呢一個中間呢個份數啫，所以你將佢乘變咗呢個嘅份數咧，就係、是、上下顛倒佢啊嘛，淨係喐第二個得㗎啦，後面呢個唔關事嘅。你除第二個份數啊嘛，所以啦，你變翻做乘嘅時候咧，就淨係喐第二個份數，將佢上下顛倒，然後啦，就各自響分子同分母咧都 factorize 咗佢啦，跟住就可以約 common factor 啦，分子分母嘅 common factor 約咗，上下約啊，b 加一呢度約咗，跟住另一個 b 加一又約咗啦，然後啦，你見到啦，8b 減九成個約，咁樣當係一個嘅 factor 咁樣成個約咗佢。咁所以就剩翻啦，b 加五 over 一乘三 over b 减一乘一 over b 加三。咁呢度冇得再化简噶啦，所以将佢写成一个嘅份数，变咗三乘 bracket b 加五 over b 减一乘 b 加三，咁就做完噶啦。